叫我们叫什么呀？王安爸爸。叫这个呢？严嵩哥哥。不是这辈分，这天天呢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啊，我们举贤不避亲，因为天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，很乖，经常来看我们录节目。是，你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天天向上当中最喜欢谁？陈前锋。哦，这孩子有品位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长得帅。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呢？他毕竟是我爸爸吗？爸爸。和前锋爸爸，我们两个同时掉到水里了。掉到水里，你先救谁？先救我爸爸。你看看这，因为他毕竟是我爸爸。这孩子多有人情味啊！最喜欢前锋。那你的偶像是谁？是张杰。还是跟大饼离不开太多的关系啊？因为我喜欢听他的歌。什么歌？逆战。逆战，你站一个。预备，走。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，暴风少年登场。三声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引导整个世界，向前锋飞行好几架是带来了谁留下。非常有石家庄的感觉。哎，你把音乐都唱没了。我觉得他唱的像 rap。 对，汪涵爸爸喜欢唱的歌你会唱吗？你看这你也会啊。来来来，你看一下。莫尼莫尼卡，莫尼卡，莫尼莫尼卡，莫尼莫尼卡。你不能这样，那是我偶像的歌曲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莫尼呀卡呀卡，莫尼呀卡呀卡，卡什么卡？莫尼呀卡呀卡。不是这样唱的啊！来，预备，起起。你和爱我，爱我不顾一切，要一生一世陪着看我干杯。这孩子拿个口水巾。这孩子中午水喝多了。这歌一唱，哐当一下可以灭火了。对，这是粤语歌，你不能用河北话唱。你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，流口水。让一生拼的黑的看我个乖，好在这样听你拐的有我。我拐骗了你，我没拐骗你。好多人要听你乖乖拼了我，拐拼了我。哦，改变了你，改变了你。但是他有他自己喜欢的歌，别看年龄小，是吗？他喜欢那种江湖歌曲。你来一个最喜欢的。男人站直别趴下，有泪不轻易的擦，就算前方坎坷狂风暴雨还在我的面前。男人再苦也不怕，心中有梦传天下。拖着拖着，好朋友的话要记在心里呀。还好，就还给你爹。补补水啊，补补水。待会儿如果这几个人当中只能选一个的话，你会选谁？我会。对，你们两个啊，只能留下一个。谁走？他走吗？当然是我留下，你走。哎，真是这样。哎，你留下干什么呀？我留下当小阿蒙。那我呢？回去干什么呀？你回去当以前的老公。当以前你在家里做的那个角色啊，就是那老公。对。